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丽周记，我是凯特琳。这个全新的美妆节目呢，将为大家带来最新的美妆保养新知识，最新的流行趋势，以及最热门的产品评鉴。如果你想要变得更美丽，就请别忘了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想知道怎么样的保湿产品最有用又最划算吗？想知道怎么样的化妆方式可以让你的眼睛放大三倍？想知道本季流行的单品又该怎么搭配最出色呢？凯特琳将在节目中一一介绍，并且邀请专家一起来评鉴。天下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让我们一起变美丽吧。刚刚我们提到天下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可是大家一定都遇过只剩十分钟要出门，妆却还没有化好的情况吧？美丽周记第一集就要教大家怎么样利用十分钟化好一个完整的日常外出妆。